It's not my day， 感觉像玻璃碎，这个氛围冰冻了这世界，整片花园全都瞬间枯萎。琴声流逝在哪里呢？我需要它。最坚强的后盾在哪？我需要它。逆转这个局势的魂，我需要它，我需要它。不是时钟声，那是汗水还是泪水，不晓得。躺在我怀里发泄，大声哭泣，这道难题过完一天再来处理。没有了虚惊，我们站在原地等待天晴，阳光出来继续前进。视线逐渐